好了，到江边了，现在只要找到船顺江而下，那些人呢就再也追不上了。累死我了，休息一下吧。哎，看那边就有船了，再坚持一会儿好不好？什么声音？又是这些东西。没关系，看我的。没事，你还好吧？要不要我背你？好可怕，他们到底是什么？怎么会突然出现的？汤小姐，汤小姐，雪清，有我在，你们休想伤害他分毫。醒来，醒来！这是哪里？是船上了，多亏徐大哥和紫萱姐姐救了我们。多谢两位。好啦，没力气就不要多说话，我早就替你谢过了。那我给你介绍，这位是徐长卿徐大哥，这位是紫萱姐姐，他们是未婚夫妻。你知道吗？这位徐大哥就是蜀山派的弟子呢。你不是最崇拜蜀山剑仙的吗？啊！姑娘，照下现在的身份，乃是蜀山弃徒。哎呀，差不多啦。你师父掌门什么的太保守了，他们以后一定会后悔，会将你重新收回师门的。你感觉如何？没有事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最近总是晕倒。哎，我的剑呢？在那里。你一定很宝贝，晕倒了还一直抓着不放手。啊，太好了，剑还在。一点损伤也没有。我给你检查过了，没受什么伤。但是，这把剑你是哪里来的？我原来是荡妇的嘲讽，这剑是荡品。啊，原来你偷荡品，然后怕被捉才跑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哼，还说人家是小贼，你自己才是大贼呢，简直就是监守自盗嘛！哎，不是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剑很邪门，它一直跟着我，怎么甩都甩不掉。荡品，是个什么样的人荡的？身材又高又瘦，长相很奇怪，但是并不难看。当时天色暗，也看不太清楚。哦，怎么，你知道这剑的来历？这么大的剑，你用着顺手吗？哦，还好啊，虽然这么大，可是拿着比软木还轻。啊，我背你们两个上来的时候，剑在你手里，我只感觉有两个人的重量。可是当你松手后，我拿它就很吃力，几乎无法使用。有这种事吗？我不清楚。你先休息一下吧，不用多想。这样啊，哎，对了，雪倩，你刚刚也晕倒了，伤好了没？
徐大哥已经给我疗伤了。什么刚刚啊，你已经晕了一天了，现在船已经到了川东了，还刚刚呢，哼，现在才想起我来。啊，这船要去哪里啊？船顺江而下，去蓬莱。我们两个有事情要求助于蓬莱掌门。我来告诉你吧，是这么回事，紫萱姐姐和徐大哥两情相悦，可是徐大哥的师父却不喜欢紫萱姐姐，还把徐大哥逐出师门。现在他们两个要去找蓬莱掌门帮忙说情，是不是啊？徐大哥，你说话。话都让你一个人说完了，他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对不起啊。长青，在想什么？这位小兄弟可能是因为强行拿这把剑消耗了太多灵力，才导致每次战斗后昏厥。我想只要把蜀山基本心法传授给他，就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。真的？师父在上，受不可。我将心法私自传授已是违规，但这是为了救人性命，我想师父也会同意这么做的。若擅自收徒，可是犯了师门大忌。什么救人性命？他性命有危险吗？这剑太消耗人的灵力，若非修仙之事，本不该使用，否则会灵力耗尽衰竭而死。哎呀，这把剑这么可怕，我看不如把剑扔掉吧。喂，不能丢啊。一把破剑有什么好舍不得的，依我看这剑是不祥之物，你还是早早把它扔到江里，不然早晚把你害死。不行，这剑是我的宝贝，我就是丢掉命也不能丢掉它。你这把剑灵力非凡，乃是至宝，若能运用自如，威力不可限量。要知道剑本无善恶正邪，无论何种力量，用于正道即是正，用于邪道即是邪。切记，我今天传授你内功心法，是要你将它用于正途。是，徐大侠。我哎，什么大侠不大侠的，你我平辈论交，你叫我一声大哥就好。是，徐大哥。好，你们两个先出去，我要传授心法了。那么神秘，看一眼都不行吗？好嘛，我出去就是，用不着拿眼睛瞪人家。我接下来所说，攸关你的性命，一定要牢记。是。剑本凡铁，因直男而通灵，因心而动，因血而活，因非念而死。御剑之术在于调息，抱元守一，令人剑五灵合一，往复循环，生生不息。啊，听起来好深奥的样子呀，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学会。啊，是你啊，吓我一跳。怎么样，蜀山功夫有什么进境？蜀山剑术博大精深，我只学了一点皮毛，哪里谈得上什么境界啊？什么嘛，说话口气好像老头子一样，一点也不好玩。那又怎么说？你应该说，唐女侠在下初学乍练，正想和唐女侠切磋切磋，还请唐女侠多多指点才对。好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唐女侠，咱们后会有期。什么嘛，叫你陪我说话你却要走，故意气我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唐女侠的无影脚天下无人能敌啊，在下甘拜下风。哼，算你知道厉害。身体还好吗？修炼仙术要循序渐进，不可急躁，否则很容易走火入魔的。是。蜀山派门规是不是很严？是啊。徐大哥到底犯了哪一条门规呢？为什么掌门不让你们两个在一起？我和澄清要澄清，掌门不许。他是掌门的入室弟子，也是继任掌门的人选。蜀山门规，俗家弟子是不能做掌门的。不做掌门就不做，不该连蜀山弟子也不能做啊。这个是因为彼此有些误会，起了争执。那为什么会有误会？
因我是苗人，信奉女娲娘娘，是异族。异族？异族怎么啦？大家还不都是一样，有什么区别？你这样想，未必他人也这样想。天下看得开的，又有几人呢？小天，练功进展如何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我现在感觉很好。你资质不错，但是还要努力才行。是，那个，有什么事，直说吧。你和紫萱姐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，也许是天缘吧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梦见她，就是她现在的样子。真的？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啊？那你们什么时候真正见面的？大约是一年前，那一次我奉命看守锁妖塔。锁妖塔？这塔是神界赐给我们蜀山用来镇压妖类的神器，千百年来，蜀山历代捕获的妖类都被镇压在里面。但因锁妖塔和武灵之力相通，当天地间武灵随时序运转到某一点时，可能有某些灵力高强的妖魔会逃出来。那岂不是很危险？正是，所以蜀山相有严令，禁止普通弟子靠近锁妖塔。刚从锁妖塔出来的妖功力未复，只要及时发现，便很容易捉拿。可是那次的妖不知为何非常强大，只用一招就令我身中剧毒，幸好紫萱舍身相救。哇，原来紫萱姐法力那么高强。倒也不是，只因那妖武灵属火，而紫萱属水，正好克制他而已。这也是天缘巧合，否则我二人难逃此劫。后来呢？当时我中了毒，性命垂危，紫萱用自身圈养的蛊神为我解毒，方式十分怪异，需要两人解衣相对，以口唇将蛊神渡入我体内，稍有不慎，两人性命堪忧。不巧被此时赶来援助的师父见到，还以为我二人在行那苟且之事。你们没解释吗？当时紫萱用功到紧要关头，我们只得对外界一切不闻不问，在师父看来，自然是我二人不知廉耻。怎么会呢？掌门应该看得出你受伤了呀。你有所不知，用蛊神拔毒疗伤过程十分凶险，但一旦成功，效力非凡，不仅伤者会立即复原，而且身上不留伤痕，异常神奇。所以掌门不相信你的解释？不仅如此，师父还怀疑紫萱是妖，要将她投入锁妖塔。啊，那紫萱姐？她当然不是妖魔，只不过她是苗人，信奉的又是女娲娘娘，师父自然认定她是邪魔外道，且近年来武灵异动，妖类活动频繁，师父不得不谨慎小心。但是我亲眼见紫萱杀妖救人，妖类不会自伤同类，紫萱怎可能是妖魔？原来妖不会自相残杀，那岂不是比人要好很多？小天，你这么想是不对的，妖类残害生灵，屠杀人类，他们越不会自残，危害越大。你也算半个蜀山弟子，绝不能对他们心存怜悯，知道吗？是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江面上有很多妖类活动，要准备战斗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一路上妖怪就比平常多很多。害怕吗？不怕，有你和紫萱姐姐在就不怕。还有我呢。你是谁啊？你本事很大吗？都去好好准备一下吧，不要掉以轻心。好。好。夏天，你也去准备一下吧，正好让我看看你修炼有何进展。是。怎么，我们不一起？我要一个人逛一逛，谁稀罕老跟你在一起，闷不闷啊？阿天，就是这样的，所谓同伴，只是需要的时候相互扶持，
并不是整天待在一起，我和长青也要分头购买食物和淡水，还有航海要用的物品。如果大家一起，恐怕天黑也办不完这些事情呢。你一个人走走吧，要注意安全，不可惹是生非。是。